谢谢您吧，谢谢您吧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于老师的男朋友来，哇哈，您那男朋友啊，我听一大老爷们跟这喊于老师我爱你，哇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谢谢各位来听相声，该我说闭嘴。谢谢啊，站在台上看真是满坑满谷，对，感慨啊，嗯嗯，就是那儿短一个座，这是不是上厕所了这人啊？嗨，那个保安去把那座给我拆了。嗨，进去去，不至于这样，传出去不好听，有一空座啊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于老师终于回来了，对，没单飞。嗯嗯嗯。去年我看自媒体，人家都说于谦单飞了，对他们吵这个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我后来我还问他，我说您是单飞了吗？啊啊，我因为我了解他的这个为人，是吗？他不会的啊，是他就是签了几个电影没拍完，哎，对了，给人拍戏去了，嗯。因为我干过这行，我知道拍戏又累又难受，不容易。我说怎么这么大瘾？后来他说：“他说女演员很多啊。”我奔着这个去的，那咱就不能拦着人家了啊。对，老话说得好啊，啊，劝赌不劝嫖，劝嫖两不交，也没有这么句话，你这用不上在这儿。劝赌不劝嫖，哎呦，嗨嗨，行了，您劝嫖两不该。这就赶回来了，对，啊，回来，我说您歇两天吧，嗯，我说不行，咱们调调，不，一定要去，对，尤其北展演出很重要，那可不，啊，我说您累不累？哎呀，那父亲节我必须得去看你去，他说，哎呀，嗯，也没有我这么孝顺的了，嗯。我是很感动，您客气了，真的啊，啊，我打小啊。我七岁，嗯，开始学评书，哦，我是说书出身，哦，七岁学评书，嗯，九岁学相声，也不晚。80年代末说相声不挣钱，我又出去唱戏去，哦，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，唱了5年的戏，这从业经历很丰富。就是后来又回来说相声，嗯，这一下回来看看，跟我合作演员也不少，哦，但是谦哥是最好。您捧我了，真的，实话实说，嗯，我们俩人在一块儿，咱实话实说，就这话不能掉地下啊，老有话。你干这行，哎，说相声怎么个好？为什么他说相声就乐，这主说相声大伙儿不乐？嗯，其实是个节奏的问题，语言节奏嘛。啊，我们讲话这个话不能掉地下，是啊，谦哥，这份儿啊，就老得接着，永远没有说失误，啊，错0.01秒都没有。不差这个，就好比比如说我有一盘子，我夸一扔，嗯，是扔哪儿他都能弄回来，嗯，啊，有时候也磕牙上，啊，没有您这么打比喻的，您好人呐，是吧？拍完戏了咱们好好说相声吧。那一定是这样，因为演员要多演，是，你要演员就是这样，你不怎么演了，嗯，容易让人说闲话啊，本身就功夫也就掉了啊。嗯，哟，最近没看见高峰，是没看高峰说相声，高峰哪儿去了？哦，这就闲话了。你看，就有人说高峰出事了。哟，怎么议论高峰出什么事儿？高峰上泰国做手术去了。哎呦，这出大事了！这个，手术据说还挺成功，越成功越麻烦呢。啊，高峰留在泰国当娘娘了。嚯，哦，让皇上看上了啊！有点太成功了啊！这过分了，这个孙越最近没看见他。孙越干嘛去了？孙越出事了。他怎么出什么事？孙越婚变了。哦，婚变啊，跟高小姐的婚事啊，后来来了俩取经人给他弄走了。哎呦，不住高老庄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于谦也出事了。哦，怎么议论我的呢？没什么，反正就出事儿吧，就挺好。啊，反正不管什么事儿，出什么事儿，就得有点事儿。郭德纲也出事儿了啊。那您是？哎，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心情就好点了？够义气，够义气。哎，郭德纲买一大汽车，哟，3500万买一大汽车，这好车。郭德纲开车掉沟里了，
这么解气呢？痛快不痛快？哎，反正听着挺好。郭德纲开一大汽车，好几千万的汽车掉沟里了。你看看，于老师正挖沟呢。哦，啪一下子啊！我车掉沟里，你在沟底下，正拍上，咵！哎呦，咱俩很惨啊！来了好几十个那个医生啊、护士啊，哦，还来二十多个修车的啊！干嘛有修车的？车也烂了呀。对吧、哦、有救人有救车的，是先把郭德纲救上来。哦，好家伙，这伤势很严重。是啊，给我贴了两个创可贴。轻伤啊这是。哎呀，然后给把我你在这儿坐会儿吧。啊，歇会儿吧。哎，坐，给我弄杯水，您坐这儿先看着吧。啊我们得收拾这堆啊。我这堆是这沟里边连车带于老师。哎呀哎呀，分不开了。分不出来呀。 啊连大夫带修车的看。嗯，哪个？这是于老师的吧？啊，哪个呀？修车的看，不，这是车的，这是车的。哎，我这嗨，哦，就混成那样了。哎，所以说咱们得多说相声，让人知道没出事儿。哎，得说相声，观众开心。嗯，而且得多跟于老师说相声。哎，谢谢您吧，真的啊。嗯，我进北京也好多年了。嗯，这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好朋友，真的啊。嗯、按相声行业来说，这是我师哥。啊，这么拎的。其实呢，我们这种感情跟亲哥们是一样，一点都不差呀。我到北京，我十几岁就来了，嗯，真是两眼一摸黑，什么都不懂，谁也不认识啊。谦儿哥带着我，嗯，这儿玩去，那儿玩去，哦，见一见，哎，吃好吃的，嗯，什么老字号。你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进北京城，哪分得清楚？啊，分不清，是吧？就知道哦，北京城天子脚下，啊，皇城根紫禁城，是具体的不了解。嗯，不太带着我啊，嗯，什么都得要老字号最好，嚯，吃个糖火烧，哪家哪家的好，啊、嗯，哎，酱牛肉谁家的好，哦，啊，谦儿哥就是谦儿哥，哪怕有个不舒服，买药都得跟我走，哦，哎，咱们同仁堂，啊，那是大药铺，这咱哪懂啊，嗯嗯，谦儿哥人家感冒发烧不舒服都得同仁堂那儿买药去，我后边跟着吗？小兄弟吗？那是，哎，谦儿哥进同仁堂，啊，拿那个乌鸡白凤丸给我看看，我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感冒了，吃乌鸡白凤丸呢。就是，我不懂，那会儿小嘛，不认字嘛，啊、哎、啊，就说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洗澡去，走，跟我上青花池洗澡去。那是百年老店，青花池啊。对，北京城洗澡得先说青花池，那是最老的了。谦儿哥一指，你看这匾了吗？嗯，这是清朝的匾。对了啊，清朝的匾，青花池。哎，在这儿洗澡是一个身份。哦，这就开始洗。于、哎、老师把衣服脱个一丝不挂，洗澡吗？啊、那个，我还挺害臊。嗨，您也是批评我脱呀？是啊，不是师哥、啊，咱还在马路上呢啊，还没进去呢。我们在这个湖广会馆的门口那儿啊，马路对面呢。对呀、啊，哦，那走，我给他抱着衣裳，哦，衣服鞋都我给他抱着。那我还不穿上？哎，他这都已经都脱了。以旧以旧了，过马路啊，这我就别嘚瑟了啊！哎，这就是这人活得非常有意思，那是别人看上有意思，那是你包括进了澡堂子啊，谦儿哥也很谨慎，我到那儿谨慎去了，我在外边怎么不谨慎谨慎呢？哪怕是今天啊，就是今天的于谦是啊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。怎么呢？你出去洗澡去，谦儿哥啊。嗯，你看，其实那他到了青花池，咱都认识他，是都认识他啊。那样还不认识吧？于老师，你看洗澡的每一个人，嗯，干嘛呢？我这就怕人家什么偷拍呀什么的呀。不用看了，早上头条了已经。哎，一看有包间，于老师啪门就打开了。哦，你们几个干嘛呢？嗯，是搓澡的，是便宜你们了。哎，什么叫便宜？我改错误了，干什么的？嗯，啊，这剃头刮脸的，是好自为之。嗯，我也不是劝谁呢。啪，这个你们几个是干嘛的？你们，啊、我们就在这看车的呀。啊，我都又出去了，我看自行车的我都见着了，我。可爱的谦儿哥呀、哎、对，我走一穿堂合着、嗯、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、哎、对，瞧出来了，真的、啊、
人这个交往啊，有浅有薄，有深有厚，是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俩人这个交情就是亲哥们儿，哎，就是这关系。过去老说说谁跟谁有交情，嗯，交情分多少种，不一样。你看有人，哎，我跟他之间我们，嗯，泛泛之交，啊，有这么说的，泛泛之交，怎么讲呢？泛泛，嗯，我们后台有一说相声叫高峰，这跟高峰有什么关系？高峰的师傅叫范振玉，哦，哎，泛泛之交说的就是他们爷儿俩。怎么会是他们爷儿俩呢？高峰从这边来，嗯，范振玉先生从这边来，爷儿俩碰上了，爷儿俩一碰面，嗯，互相打招呼，怎么说呀？高高，嗯，范范，哎，嗨，啊，这么叫范范之交？范范之交，哎，哦哦，不太好，嗯，还有一种交情叫点头之交，啊，也有，这个比如说，举个例子啊，点头之交，愣说怕您各位不明白，嗯，那举例子，什么叫点头之交？是，郭德纲，嗯。比如说，是举个例子啊，您讲吧，假的啊啊。比如说郭德纲在相声界的人缘不是很好，这是假的。咱洗澡去吧。就甭比如了，去打个比方呗，是吧？啊，我走了街上，对过来说相声的了。哦。他就愣住了，嗯，郭德纲来了，是打不打招呼，犹豫了，不打招呼吧，嗯，万一他记恨我，以后有演出他不叫我怎么办？哎呦，打招呼吧，让别的说相声看见了，嗯，他们要害我怎么办？两边都不成，权衡利弊，走到跟前冲着我，嗯，是，哎呵，写着恨的，哎，还挺疼，这是，哎嗨。这就叫点头之交，哎，这差不了太多。嗯嗯嗯，还有一种那个叫忘年之交，有，这就不错了。忘年之交是就是冲破了年龄的界限，这种交往没有束缚了。比如说，还举例子，于老师64岁，哦，差不多。我60岁，哦，差4岁，差4岁。对，我60，他64，你凡人吧算。于老师有一个女儿，嗯。貌美如花，哦，好看的都不行了，是，就很爱我。嗯，我说不行，哦，我跟你爸爸是哥们儿，是我跟你母亲关系也很好，所以说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的。嚯，姑娘说这个年龄不是问题，不算什么。哎呀，我就感动了。是我们于是就要冲破世俗的偏见，我们找寻真正的爱情。行，不用形容词了。哎哎哎，我跟你说，流氓就是流氓，知道吗？您说这什么呀？忘年交了，这是忘年交吗？您这岳父，喂，去哪儿就拎上了？您 这个叫忘年之交，就大概这么个意思。要说最值钱的什么呀，就得是咱们哥俩这种交情。咱们这叫啊，过命的，这叫患难之交。哦，患难，就同甘共苦。哎嘿呵，太对了。嗯，是我给您举个例子。哦，这还有个例子。对，您说吧。比如说于谦老师啊，拿我举例子。对，嗯，于谦老师是一个出色的相声表演艺术家。哟呵，这多好啊！定位啊，啊，这定位就在这儿了。从小就喜欢相声，哦，于老师，哎呀，什么侯宝林先生、马三立先生、刘宝瑞先生，哎，嗯嗯，这些个相声的大家，是您都不认识？不，我都不认识，我还相声大家。您是自学成才，这行有自学成才吗？这天赋异禀啊，就学这个。首先说您，您看过露天电影？啊，您看过马戏？是，你看过高跷？嗯，你还参与过跑旱船？这没关系呀，啊，这跟相声。你别着急呀，啊，啊，哦，还有呢，会有关系的。哦，就这些个东西，这些个民间的传统文化，是对您有很多潜移默化的熏陶。我受他们感染，对，您就觉得我要为相声奋斗一生，这是您的童年时代，啊，小孩不懂事儿。后来机会来了，怎么样？北京要成立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相声艺术团，这牌儿够大的。嗯啊，您觉得属于你的机会来了？
我要考。于老师要去考这个相声艺术团。我有底子吗？我跑汉传的。啊，报名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深秋。哦，冷了。这会儿正是寒露时节。啊，那可不是深秋吗？您很忙。我还忙什么呀？我你很忙。怎么忙？因为这个季节那会儿您正是在这个甘肃平凉。我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因为这会儿苹果呀熟了。啊，那我你得帮人家摘苹果。秋收。对。哦，摘完苹果呢，敦煌那儿得跟人一块摘棉花。离着倒不远。嗯，然后去湖南收割晚稻。哎呦，江苏扬州得帮人家采藕。啊，五旦莲池得收玉米跟这个豆子。我这全国的农活都归我了。万幸。怎么万幸？报名的时候您在石家庄。我在石家庄干嘛呢？白菜正出苗呢。哎呀，您得帮人家除草啊。我全行。突然间听到消息了啊，北京要成立全世界相声总团。跟我有关系。嗯，您得报名去啊。您要为相声死。我也是农活可能太累了。我这太想不开了。我这把手底下活料理料理，不干了。先通知广西南宁。干嘛？豌豆苗除草，我可不去。哎呦，这可是大损失。嗯，嗯，直接的打石家庄，嗯，奔北京，考试，中国相声总团我来了。哎，这就干楼了，这身体、啊嗯。一路上没什么可说的，那是，眼瞅着您就到了北京的边上，到哪儿了？北京大兴的鱼筏。哦，到鱼筏，这就已经进北京了。北京的锦边上。是是是。但是没进城。对，往北再走一点儿啊，就进了北京了。对，就可以报名了。是是是是。但是鱼筏这儿挖沟。挖沟还能堵着我吗？30米宽，哟，700米长啊，5000米深。我让通天河给挡住了。我一会儿沙和尚不得上来？这挖什么沟呢？这坐在沟边上，于老师眼泪都下来了，过不去了。看见北京过不去。是是是，往北再走一点，我就能为相声去死。一过沟，我就能摘西瓜去了。那是，我还考什么试啊？嗯，哇哇的哭啊！啊，我怎么办？嗯，这一哭呢，人村长听见了。哟啊，这怎么了？嗯，看见我了。 你怎么了？嗯，去北京，我往北再走一点，我就到北京了。那我考相声。我说相声，我为中国相声事业做贡献。是是。现在你们这狗把我拦住了。嗯，对。村长说：“哎，您别哭、嗯，我正好要出去办事，你坐我那车吧。”哎呦，好心人呐！啊，我给你捎出去啊，我可送不到地儿啊，反正过了沟捎出去，你自个儿往北再走就行了，能过沟就行。对呀、啊，啊，上车，嗯，这是还是好人多呀？那是这好人，坐车走、嗯、到人家要办事儿地儿，说您下车吧，啊，该下，你只能送到这儿，是，只能包您到这儿，嗯，希望您好好说相声，是啊，谢谢、您就往北自个儿去吧，嗯，人家车走了，嗯，于老师很感谢，对，啊，冲着车鞠躬，啊、谢。那可不是得谢谢人啊！我自个儿奔北去的。嗯，下车这地儿呢，嗯，叫回龙观。又给我拉过了，一直往北走啊！我还往北走呢。终于您就看见五台山了，到山西了。阿弥陀，是我赶着收油麦去了，是怎么的？哎，啊，苍天弄人呢。怎么了？本来都到北京了，竟然又走过去了，这我伤到村长手里了啊！好多事儿，一句两句解释不清楚，说不明白。后来有人也问过于老师啊，说当初考试那个事儿，您到五台山对您影响大不大？我说什么呀？钱哥笑了笑啊，云淡风轻是吧？贫僧，我出家了，我这刺激太大了，我这个
他后来是从五台山又回来，当然啊报名的时间也就过了，那就没赶上呗。于是您就成为一个相声艺术家了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您这话我没听明白。怎么了？考试我都没赶上，是的，我怎么成为相声艺术家了？好了，你就成了相声艺术家了啊，可以了。就没有，你得说原因呢、啊、哪儿我就 你有点不懂好歹了啊。我没原因，我哪儿，对不对？我干一辈子农活， 我就艺术家。我都说你是艺术，你就啊是就完了。你要这么矫情，那好多艺术家那根本就解释不清楚。不要没羞没臊，知道吗？我说你是艺术家，你啊是就完了。哦，就不提这事儿了，是吧？嗯，没法提。啊、哦，没有履历。对对对。哦，反正你就是艺术家了。哦，但是也当然会有观众会问他怎么就艺术家了呢？对呀、啊，我只能告诉您，他因为他提高了自己的素养。哦，后来我还是有后期学习。哎，我提高什么素养？就是他干了很多好事儿。这都不挨着，您说这相声艺术，这是艺术，怎么跟干好事儿？不，这你首先得提高你的修养嘛。那倒对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你扶老太太过马路，啊，老太太过马路就您搀着，是过去又回来，过去又回来，过去又回来，换一会儿天就黑了。啊，老太太死我手里了，这个回不回家了？人不，你这能计数啊？啊，一共送老太太过马路3600回，对吧？哎呀，没有这么多老太太，就可着一个走呗，是吧？哦，拿人砸房子。哎，你还帮助老大爷找儿子？哦，这是。哎，帮助老大爷找儿子。哦，干过这么个好事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怎么？老大爷在那儿坐着呢。啊，他过去了。老大爷是怎么在这儿坐着？啊，您儿子呢？是。儿子上班去了。哦，别难过，以后我就是您儿子了。我疯了我。哎，人老头儿子还下班呢，人家人下班我找谁去呀？你找下一个老头啊。我给人当儿子去了。您儿子，我儿子上夜班去了。别难过，我就是您儿子。这想当爹的不有的是吗？啊，是想当儿子的可就一个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哎，这值钱就值在这儿了。啊，对，扶老太太过马路是给老大爷当儿子，是，哎，给渔民打水，不，请您先等一会儿啊，给渔民打水，哎，人守着水呢。那他忙啊，他在船上，啊，他撒网啊，逮鱼，是你给人家端水，给你啊，哦，渔民也得好，滚滚，对吧？我这纯闲的，给渔民打水啊，哎啊，给农民喊加油。这我也没明白，农民种地啊，是地里种一脖子汗干活啊，你站着道边加油加油加油，纯粹浪催的啊，嗯，所以说您由于这些个东西对您来说，您最后您就得到提升，嗯啊，就这么得到提升了。对，都说德艺双馨，嗯，虽说你没有艺，但是你一身的德呀，那管什么呀，那没艺那玩意儿，是不是？什么呀？哎，反正你就是艺术家了。啊，就哎呀，你就认倒霉吧，行了，你啊，行，我就承认了。哎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就呦呦呵，哎，我艺术家了。你是一个73岁的相声艺术家，我这辈子还真好混，扭脸73了，感觉我啊，73岁相声艺术家于谦老师，嚯，每天下午3点是准时在天津德云社对过那马路边说相声。你先等会儿啊，嗯，天津德云社对面的马路边，那不是站的全是观众朋友？哎，对，你就愿意站在街上给观众演，哦，站街上演，哎，站街上，哎呦，那个粉丝乐了都不行了，人家也爱看，爱看你啊，真的好，好，这6个观众，哎呦，6个人看我呀，有一个是孕妇还没生呢，就不打这指标了，就啊，就这几个人乐，哎呀，于老师说的太好了，就爱看于老师啊，其他人都让我说走了，嗯，爱看，高兴，自媒体就来了。哟，拍于老师，还有自媒体，拍完之后发，嗯，哎，看看这是真正的相声，郭德纲，你还要脸吗？哦，拿我骂你，哎，对，嗯，烈日下，于老师红扑扑的脸蛋衬托了郭德纲的黑心。哟，这时候我就不能跟他们说我这红扑扑脸蛋是晒的了吧？不能提，不能提，哎。
面对真正的艺术家，德云社难道不应该给一点股份吗？凭什么呀？这个，哎，你看这替你说话吗？啊，哦，观众又给你扔钱呐，啊，哗楞楞，哗楞楞，全是钢镚啊，有那个整捆的，咣当咣当的，一捆一捆的。哎呀，五千万五千万的给你扔，哎呦我的妈！每一张上面都有玉皇大帝啊，这就给你点火，哎，冥币。于老师拿钱去不？哎，还有给你烧衣裳的。纸人纸马都有，啊，哎，好，这不过死了，很红，很红，那是烧的。人群外边，你净搅和我啊！啊，人群外边进了一位老华侨，可有正经人了啊，于老师，嗯，啊，我太爱你了，于老师，嚯，我喜欢听你的相声啊，我是一个华侨，哦，我在赞比亚。事儿还挺偏，我要介绍一下赞比亚啊，非洲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国家，哦，赞比亚这个地方第一是出木头，哦，哎，什么紫檀呐，啊，红木啊，这个地方出好木头。第二，它出铜，哦，这有矿，金银铜铁那个铜，嗯嗯，赞比亚的铜占全世界25%，哎呦，包含量不低，我很厉害，它有个铜带，哎，哦，这个地方最爱吃的东西叫恩西玛，什么叫恩西玛？这个东西很厉害，怎么啊？别的国家好像也没有啊，哦，就是有一种农作物叫玉米，玉米你懂吧？熟，熟熟熟熟，玉米我才不懂，那是那是那是，那太欺负专业人士了啊！就是玉米成熟之后，它上面不是有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吗？那叫玉米豆，掰下来把它磨成了粉状。哦，然后加水把它煮熟，嗯，这个东西叫恩西玛，哦，这叫恩西玛。对，我们这叫棒子面粥，这什么恩西玛呀？这你上网搜 啊，赞比亚最爱吃就是恩西玛，就是这棒子面粥。第六啊，人家这个老华侨说，请您到赞比亚去演出。哎呦啊，到那儿之后我们会以国宾款待您，这么高的待遇，那，啊，您要到赞比亚还了得啊？对不对？戴着那个木头手串，戴个铜草帽啊，扎着盆里边喝恩西玛。好家伙，你瞧我什么德行啊？这是一说就成了，那是没有不成的。择良辰选吉日，于老师决定啊要离开天津德云社门前，哦啊，准备到赞比亚去演出啊，那也大型演出了，那还了得呀。是啊，先准备东西吧啊，哎，咸鸭蛋、榨菜、泡面，这都我带这玩意儿干嘛呀？你看看，人上了岁数要吃点顺口的，我吃这顺口啊！你这东西就恩西玛那绝配。你瞧，我想的还挺周到，绝配。收拾好了之后，选一好日子，嗯，于老师就奔六里桥长途汽车站。我都没听说过，怎么着？上赞比亚坐长途车去啊？长途车肯定是不到，肯定不到啊，因为机票贵。你飞到那儿得多少钱，哦？那怎么办？所以说，准备走水路，哦，坐船。通过印度洋就能到非洲，哎，这倒是省钱的吧？是聪明人呐，是聪明人。到天津港，嗯，到天津港，嗯，是找这船，嗯啊，但是一问船票也不便宜，也贵啊。老艺术家一想，我不能花那个钱呢，嗯，哎，想一主意，哦，找根绳子，那头拴在船上，嗯，这头拴在腰上，把自个儿泡在海里边，你开船就得带着我。哎，这还甩不下我，你看看，哎，嗯嗯，拴，嗯，好了绳子，嗯，带好了东西系在腰上，在水里边泡着，等着开船，吊着这绳子，啊，嗯，这船好，新船，刚下水，而且是刚来呀，啊，哦，需要检修，一个月之后才发船。我是不是跳里早了？在水里泡着，于老师还想起一件事来，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有点糊涂了。怎么糊涂了，我不应该去六里桥长途汽车站，为什么呢？我每天在天津德云社门口演呢，那上天津港不是更近吗？哎，对，我也是吃拧着了啊。30天他们就会起航，嗯，很快，熬着呗，等着呗，嗯，等着，等到第30天，哦，我来了。您30天才来啊？你看看戏都演一半了，我再不出场不像话啊。对了，对吧，嗯，我也是有点小的工作需要到码头上去。哦，您到码头上干嘛？我买了一艘游轮。你先等一会儿，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嗯嗯，我这泡在海里头，嗯，
去趟吃趟恩西马都好活了。嗯嗯，您买一游轮呐？啊，就是十五层高的那种游轮。游十五层高的游轮、啊？是是是是啊。那您买游轮啊？我得买游轮啊啊！我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我带着我儿子上码头上去，带着那个郭麒麟他弟弟郭汾阳。哦，带着那个小的。哎，我带着，我跟人家正谈这游轮事儿。嗯，这事儿就怨郭老二，怎么呢？小啊，是孩子想撒尿。哦，也不跟大人说一声，问个洗手间没有？嗯，他觉得海边随便尿呗，本身就随便尿。小孩站在岸边，嗯，哗尿，是那底下还有人呢。于老师正对吧？嗯。我得暗示他，嗯，哎，啊，哥，行了，嘟，这就一口，嗯，嗯，孩子吓坏了，是，海怪，喊什么海怪？一喊我赶紧，我怎么了？啊，哎呀，啊，谦儿哥，这刚认出来，你好。我还挺镇定，不是，哎呦，师哥，您怎么，哎，您怎么最近没上德云社门口骂街去了？啊，没工夫，我洗海澡呢。快快快，捞上来，捞上来，赶紧让我上来吧！拽您腰里那绳子，啊，给于老蹬上，是腿都泡敷弄了。你想三十天啊，这两条大白腿，嗨，别说这个了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您说说。嗯，他这才看见亲人了。哦，如何如何，怎样怎样，我要出国，我没舍得买机票。哦，我眼泪都下来了，难过。师哥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怎么呢？说一声，去，赶紧去。嗯，给于老师买机票，要头等舱。你给我买机票，我能忍心吗？头等舱，头等舱，快快送于老师去。哎呀，眼泪在这儿横着难受。你瞧，哥们儿吗？于老师高兴啊，是。攥着机票，嗯，坐在飞机上，是头等舱，嗯，飞机够奔坦桑尼亚。喂，你等会儿啊，不是赞比亚吗？怎么上坦桑尼亚了？他没跟我说实话，怎么？他怕说出来实话，我上那儿去怎么办？怎么着？恩西玛不够分的是怎么着？上那儿去一块儿去，怕什么呢？那完了，你看这一看你就不是专业的说相声的了。怎么呢？你还是有票友心态是吧？啊，您说专业说相声不会告诉别人我要干嘛去。哎，哦哦，呛了我的行市怎么办呢？不能说是好在那儿离着不远，这俩地儿接壤，是不远。哎，于老师坐了飞机上，哎，我到坦桑尼亚再说。哦，郭德纲上我当了，是吧？给我买了头等舱。嗯，对，也怨我。为什么？我应该说俩人去干嘛呀？让他再买一张，我就可以把那张退了。什么人性啊！我这是，那也不行啊！我还准备找自媒体骂他。哎呦，我就说他那天上码头接游轮，带着儿子，带着小儿子，没带郭麒麟，是可见他偏心眼儿。嗯，我这点人性吧，你哎，反正一道琢磨吧。啊啊啊！飞机降落了，哦，坦桑尼亚，到那儿了。坦桑尼亚最了不起的景观就是动物大迁徙啊。哦，角马呀什么的，嚯，角马、狮子啊，邓玲是是，长脖鹿哦。于老师一落地，好家伙，嗯，一望无边都是动物，哎呀，所有动物都准备迁徙呢，都跑呢。一回头，嗯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不这艺术家吗？他这么大腕儿呢，我连动物都认识我。对对对对，主要是动物认识你啊。哦哦。动物这个玩意儿最灵啊！是啊，拿鼻子一闻，哎，这个人可没有人味儿啊！是啊，追他啊！就动物追我，哎呦，一望无边，动物就追于老师，于老师就跑，哈，是得跑跑跑跑！哎，打坦桑尼亚愣追到赞比亚了，合着我是迁徙过去的，来到这儿啊！你看，无巧不成书，怎么正好来到这儿是接您演出的那个部落。这就碰上了，哎，人家酋长啊，带着村民们，人家正祈祷呢。祈祷什么呀？今年玉米大丰收，没少产。那是人家正准备搞一个恩西马庆祝大会，
说的挺洋气。嗯，这会儿酋长带着村民们正这个给玉米神唱歌呢。嚯，还唱歌？玉米神呢？啊，好一那肩上肩，柳叶儿满了天。恩西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对，熬棒子面粥里边还搁点桃儿，感觉。于老师来了。哦哦，老艺术家开始演出。是啊，开始演出。尊敬的酋长，哦，尊敬的各位村民，大家好。是，我是来自天津德云社马路对过的相声艺术家，我叫于谦。别提德云社，在过去的年大家都很辛苦，老话说得好，嗯，哎，这个守业难，创业更难，希望大家在酋长的带领下我们迈向辉煌啊。哦，说完了，村民们看看，是，这是中美啊，这是，哎嗨，人家都听不懂，您这个艺术连非洲土著都骗不了了。得，那露馅了啊！酋长一挥手，捆上他，啊，就骗人来了。那是捆上您很方便，是因为您腰里边有一根绳子。哎，我上岸就没解，合着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遇上啊？哎呦，哎，拿绳子给您捆好了啊，给您身上抹好多的玉米面啊。干嘛呀？准备拿您祭神。哎呦，可开了荤了，哎，拿您做肉汤的恩西玛。嗯，哎，对。可见着肉了，那是来个锅给您搁里边放上水，底下点柴火，是大伙跟着烧。哎呦，消息传来，最着急的就是我。您是我朋友啊？那可不呗 啊！我们这个交情大家是知道的。是是，他64岁，我60岁，他的女儿貌美如花。说的不是这段吧？不是这个，说的不是这段 啊！那没事啊，我以为要救我岳父去了啊！啊，不，患难之交，我得救他呀！啊，我得管他呀！对呀，什么叫生死，哪个叫患难，说的就是这个，就说是准备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，哎呦，带尖的，带刺的，带轮的，带刃的，带绒绳的，带锁链的，带倒齿钩，带峨眉刺的，全了，各种兵器全都有啊，什么单刀、朴刀、鬼刀、刀长柄、短刃刀、青龙偃月刀、哎、崩铜护伞刀、腰刀、吊刀、驴耳刀、曲刀、戟刀、御尖刀、玉林大刀、行刑刀、河西大刀、山头刀、牙柄腰刀、鳝鱼头刀、接梁环柄刀、狮子长环刀、龙环柄刀、龙雀大环刀，了不得了。哎呀，捆在一块儿，我就很感慨。怎么绳子短？要是把谦儿哥腰间的绳子留下就好了。别提这个了，这一大捆兵器搁了肩膀上，走啊，奔机场救我去。到那儿说，空姐说：“先生，对不起，这个东西不能上飞机。啊”哦，好，再见。哎，正经一句都没有，这是你们编好了的。这是人家不让上飞机呀！啊，哦，回家之后眼泪哗哗的啊、哦、啊！你说怎么办？我最爱的师哥。他现在那出事了，是要做肉汤恩戏吗？啊啊！你说我要再耽误3天，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，我就熟了。不行，啊，那我也得救他。是，不管了，不顾了，不顾了，不管了，管不了了，救不了了。啊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。哟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嗯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啊！不，有这功夫，我已经熟了。啊、好、啊，我要救于谦，就赶紧去掏手机，啊、告诉酋长，是把人放了吧？嗯、啊，完了。您跟酋长编好了套吧？这是上机场接于老师回来，哇、哦，真回来了！哎呀，大排宴宴哦，摆一桌子山珍海味，是做好了，给您接风掸尘，顺便压惊。好，端起杯来，谦儿哥，我敬您。哎，于老师端着杯呀、啊，流着眼泪说了句话，没把我气死。我说什么呢？我想喝恩西玛，不上瘾了。我早看出来了，嗯嗯。嗨、哎，刚才是高峰高老师啊、嗯，高老师说得好，这个板儿当当当当当，这是功夫，一叫上劲可不容易、嗯，话筒都湿了，你看看，嗨，至于不至于？哎呦，这不必到那儿，这太没功夫了，这挺好啊。说相声就是嘴里得有劲，是非常的重要。嗯，于老师就行，我于老师嘴有劲。我这有功夫，哼，他这个嘴又劲是分两种，嗯，一种是台上，哦，你看于老在台上说话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嗯，尺寸劲头，一看就是从小下过功夫，练过。那会儿老先生在后台就夸于谦嘛，是吗？太好了，哦，他这个嘴上过大粪的，这什么乱七八糟、啊？什么叫上大粪呢？劲儿大呀，嗯，有这么说话的？其实台下于老师也有嘴劲，怎么叫有嘴劲呢？我们这行说，哟，这人嘴有劲呐！啊，就说说话，能说吗？您要说什么呢？说话不能吃亏。
哦，这叫随友见。我亲眼得见啊啊！有那个闲人走到于老跟前儿，嗯，你好，傻子。讨厌不讨厌？闲人到哪儿都有啊，叫别人就打起来了，是啪叮咣五四打起来了。嗯，这我们都傻了，就看于老师啊，看怎么回。于老师，你风度翩翩是吗？哎，又有文化，又有素质，还不吃亏。嗯、说出来啥？哎呀，人家你好，傻子。嗯，于老师恶狠狠地看着对方，是吧？你好，哎，我认了，这是没吃亏吗？这个，这吃到肚子里去了。这个好，佩服于老师。啊，我这不必佩服了，真好。这我跟于老师，我们这个在舞台上、舞台下，咱实话实说，嗯，分不开这交情。哎，是搭档嘛，交情好。有几天看不见他，我真是想他。啊，一样，真的啊，我就哎呀，谦儿哥干嘛去了？嗯，啊，叫他来一块坐会儿啊，见个面，交情、嗯。但是我是不敢上您家去。真的吗？嗨、嗯，怕人说闲话。哦，还真有这人。哎呀，现在有的时候我一上网，我哎呀，我都不敢看。嗯，有那个个别的自媒体说的话，我真不爱听。他们都说什么呀？就是尤其涉及到嫂夫人的时候，我啊，我接受不了，真不能听。那是咱们之间纯洁的友谊，是玉洁冰清。哦，你要让他们嘴里说，我捂了臊疼。我不入耳。你看，你看，一看这个啊。郭德纲与谦儿嫂，嗯，疑似关系密切。嚯、哦，疑似，不爱听疑似，合着我这些年白忙活了。哎，去，忙活什么呀？疑似啊，嗯、啊，这个写的，啊，这郭德纲跟谦儿嫂好像很般配，把我气的，就这一个，嗯、就这一条，我看了一天。啊，喜欢看是吗？不是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写东西？啊！你们这样写东西，你们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？我死了，不是你们不能。谦儿嫂那是多好的人呢、啊，现在弄得在后台要看见谦儿嫂，扭头就跑，不敢见。你看你们净瞎说，弄得我不合适。一在后台，我一看，哟嚯，于谦的媳妇来了、嗯，我赶紧躲，不见面。我一躲，他喊我，你给我站住！哦，你上哪儿去？台上胡说八道，让人逮着话把了啊！嗯，你乐呵完了，你管我们了吗？啊，嗯。哟，嫂子，对不起，对他们瞎说的，我们没有。是，你下回改不改？嗯，改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嗯，这天可变了啊！啊，穿秋裤了吗？怎么？你谁变了？嫂子，我穿了。嗯，你少来这套，你准没穿。哦，穿了吗？不，你别动手，干嘛呀？你们要。就说嫂子是一个很疼人的，是啊，你看有句老话吗、嗯、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啊，这倒是，这种关系在这儿不能胡思乱想，不像话。那肯定的，我在我心目中，你要说爱情俩字，先想的就是谦儿哥谦儿嫂啊、哦，我们两口子。你们不了解谦儿哥呀？啊，谦儿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外号叫情圣。我哎，这模样情圣啊！哎呀啊，情圣啊！怎么情圣？十六七岁的时候，谦儿哥能说啊？您一直也没停啊？哎、要征求当事人啊！啊，你没关系。反正十七八岁，嗯，十六七差不多那会儿吧。是我印象中，我就崇拜他不行了。怎么呢？谦儿哥同时暗恋了30多个女孩。就算这么个情商啊，那了得起吗？30多个，别人暗恋一个两个，他暗恋30来个，都是暗恋啊。后来我也跟他说，我说哥，嗯，你得下手啊。啊，他说我也是犹豫，你看这一堆照片，女孩照片，还都有照片，哪个行哪个不行、嗯？我帮你，你帮我干嘛？帮你分析啊，这堆啊。哦，哪行哪不行？对吧？啊、这个这仨肯定不行。这仨为什么？这仨是男的，那就别费劲了，那就。男的，我跟这费什么劲呢？大老爷们，你看这络腮胡子是吧？啊，这个也不行。这个呢？这是你舅妈呀。拿错了，可能是。这是高峰的姨。这也不行。哎呀，这个孙悦的姥姥。嗯，呵，啊，好，这不行，这个太显老了。那能多老啊？这，哎呀，这姑娘简直就是个女老头。这什么模样啊？这得是。就不行，这胡子比我还重，这不行不行不行啊！哦，哎，你看这个了吗？嗯，气质、年龄、相貌，没有挑，都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肯定是不成。
这怎么不成啊？因为你拍这照片的时候我在跟前儿，啊，这就是前些日子扫墓的时候你拍的人家墓碑上那个。哎，我看一死鬼，合着是这个不行啊，不行，挑吧，挑来挑去，挑到最后哦，有一个女孩，挑着一个，谦儿哥很爱啊，我喜欢这个，这姑娘叫李逵哦，姑娘叫李逵，这个葵花的葵，什么葵？她也是长胡子的那个呀，葵花的葵，哎。啊，小名叫铁牛，还是李逵啊？这个，哎呦，可爱呀！啊，漂亮，气质也好啊。是吗？我就说，我你去说，哦，你说了人家不同意，也就算拉倒，死心了啊！你这老吊着难受。我跟人表白呀。对呀，谦儿哥去了，啊，嗯，葵葵，还挺嫩。葵葵你好，嗯，啊，姑娘回头看看他，是你这鸟人，还是李逵，还是李逵这口风啊？不是你啊，你怎么鸟人呢？你这鸟人啊，没有这话。那个，我想请你看个电影。好，爷爷不会去，还是长辈儿啊，自个儿看电影他不会啊。我明天想请你吃个晚饭。哦，明天播，不愿意啊。明天播，今儿就知道了啊。咱们一起去散个步吧。好，散你个鸟步。爷爷一斧子劈了你！我这，哎，要不我就撤得了。我这，我还追什么人家？所以这个回来之后，我说你来看，最起码有这么一个过程，你也死心了啊。那人不同意，要不老吊着心里难受。对，这说明他跟你就不是一路人。对，我再看看张飞吧。这后来跟嫂夫人走到一块了，你看俩人很般配，很完美。我媳妇儿，哎呀，很好。我们两口子是不错呀。你们是不知道谦儿哥跟谦儿嫂这个感情真的很童话。哎呦，还童话。一切都是由于谦儿哥的肠胃不好引起来的。这怎么那么传奇啊？你看谦儿哥爱吃凉的。啊，是痛快。打小爱吃冰棍儿。对。哦，我那会儿就说的，我说你吃这么些冰棍儿哪行呢？爱吃。胃坏了。我们小的时候老太太推一车卖冰棍儿呢。对呀，啊。奶油的。什么巧克力的，小豆的，小豆的，对，他还问人家奶奶有小豆的吗？啊，有孩子啊，嗯，红小豆的是不要，我要绿豆的。有老太太纳闷，为什么呀？是红豆配相思，嗯，绿豆配王八，这什么字？我来绿豆的。你瞧我挑这东西。老太太说：“你尝尝红豆挺好。”对了，给，嗯，他一张嘴，吭一下子啊，连老太太戒指都缩了下去了。好家伙，口太大了我啊。就爱吃凉的，一气吃好些个啊！爱喝爱吃这个，还爱喝蝌蚪啊！这传说那是大凉，得50岁往上的人，你想一想，啊，天津、北京各处过去胡同口摆个摊弄一盆卖蝌蚪，啊，对，拿小碗多少钱这一碗？嗯，拿过来就喝，是蝌蚪喝下去大凉，就是这么说啊！现在这不可能的事儿了，嗯，那会儿有这个，对，那叫偏方，爱喝这个，哎，好好喝，嗯，喝了一盆，端起来，蹲。全喝了，喝完摇晃着脑袋，我找妈妈去了。嗨，啊，好嘛，我这是有点童话的，我这是，啊，这人真是特别可爱啊，啊，他这个肠胃跟他这个吃东西有关系，当然有关系。你包括他有时候闹肚子，他都是因为这是他爸剩的饭他吃，哦，他妈剩的他吃，你家这地位，他姐剩了他吃，哦，他弟弟剩他吃，全我吃。我那会儿就说，我说你们家没个狗吗？啊，就是，他也愣了啊。哦，狗剩了也我吃。好家伙，我吃习惯了是怎么着？我这，我说你混蛋的啊，喂狗啊？对呀，啊，那我吃什么？哎，好嘛，我吃的狗食合着。你说，他就认为他这是节俭。我是啊，他这是节，他确实很节俭，是吗？他那个裤衩破的都一条一条的了，嗯，舍不得扔，干嘛？绑个棍儿擦地。好家伙，这得攒多少裤衩啊？啊？就是这么一个主，嗯，认识嫂子那天，就是因为他去参加一个 party， 哦，还有个 party， 去参加一个 party， 哦，他的同学们搞了一个折罗趴，嗯，你先等会儿，我这没听明白，什么趴？折罗趴，折罗趴，大伙儿忆苦思甜，哦，同学们每人从家带一个剩菜啊。剩菜搁了一块叫折罗呀，对呀，对吧？哎，但是你说我炒一个菜端去不行，
必须是全家人剩的那个啊，拿筷子扒拉完了，剩那菜底儿那个折罗，嗯、啊，全班40多同学每人带一个底儿啊，但是于谦不用带。我为什么不用带呀、啊？你负责吃，就给我一人的。哎，折罗就折罗，就别趴了，折、哎、罗趴、嗯、啊。定的是中午12点见面，要吃中午饭。上午10点半，于老师还没有起床。哟，怎么那么晚啊？老太太喊他起来吧。啊，太阳晒屁股了。你瞧瞧，谦儿赶紧起来，起来吧，屁股上抹点防晒霜啊。啊，真是晒呀、啊！我就那儿怕晒是吗？我又躺了一会儿。我起来好不好啊？11点起来，收拾好了，大家出去参加折罗趴。啊，对，吃折罗去了。哎。嗯，出来往外一溜达，走了没几步，突然间发现我们未来的嫂夫人了。哦，这就看见我媳妇儿了。哎呀，那女孩就站在那儿，那会儿你还不认识她呢。啊，这见第一面、哎、以后是嫂子，当时还不是，就站着。那会儿就算是个姑娘吧。啊，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啊？就是姑娘，就是个姑子，就是个姑子。啊、姑子什么姑娘？是个姑娘，姑娘。好好说话不会吗？在那儿站着，哎呀，啊、漂亮。嗯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樱桃小口一点点，嗯、杨柳细腰，赛笔管，说话燕语莺声，手持两把大斧。哎，还是李逵呀、啊？这个离不开李逵了。我没有没有这个啊啊！于老就愣住了，这么愣啊？啊，这个两个人之间这种感情，这个电流啊，当过了电了。这一过电，嗯，肚子就拧了一下。我垫着肚子了，你想想，好家伙，天天吃剩菜，啊，嗦了冰棍啊，是喝蛤蟆秧子啊，这一激动，嗯，那是不激动也得闹了，愣住了，再回家上厕所来不及，那是别处上厕所又没有，是强作镇静，不让人看着了，这甭镇定了，已经走不动道了，这就看出来于老师这个身份了，怎么？哎。《史记》上有句话啊，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喜怒不形于色。哦，不让人看着，这都不行了啊！但是还往前蹭。哎，哦，这女孩就愣了。是，人站那儿，你这样到跟前儿，嗯，姑娘你好，嗯嗯。相逢既是有缘，还拽呢。虽然素昧平生，但是能在这么一个奇妙的场合见着，岂不是苍天赐给我的机会？呵，姑娘，嗯，人有三急，嗯，茅房急、厕所急、洗手间急，都急到一块儿去了。嗯，遇见你，老天爷对我的恩赐是。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您说能不能借您家的洗手间我拉个稀呀？哎，好嘛。前面都白费劲了，姑娘乐了，是说相声的于谦，你瞧看出来了，我听过你的演出，特别好，是啊，有方便跟您留个电话吗？完事儿再说吧。啊，谦哥乐了，13700，不行了啊，赶紧吧，俩人互相换个电话。嗯，姑娘说我家就住这儿，哦，您要不嫌弃，您到这儿来方便一下吧，不嫌弃啊，嗯，跟着姑娘走到人家啊。姑娘开开那个洗手间的门，是干嘛？哎呦，坏了，声控的灯坏了，还声控。对不起，于老师，没有灯，不要紧，都有手机啊。哎，对，于老师打个手机，那光照着，把门关好，进去是坐在马桶上，是好家伙，哎呦，就这一声啊，灯就亮了。哎，哎呀，我把声控给治好了，嗯、好家伙，哎，就顶得上这个啊！好家伙，哎，2米来长一大水晶灯，好家伙，400多个灯泡啊，特别亮，照着于老师，啊，于老师在这坐着，没拉过这么亮的屎。有电了就能端详这个洗手间，哎，看看什么布置吧。这个厕所呀，嗯，四面玻璃墙，厕所弄四面玻璃墙，透明的厕所，盖上是一个大灯，底下是一个马桶。哎呦，就看着姑娘坐在墙外边看着你，
这姑娘可能是拿这卖票呢吧，她姑娘拿手机，于老师认识您很高兴，啊，跟我聊天。谦儿哥也回一个，幸会，谢谢你的厕所。是，我喜欢看您的相声，嗯，有时间请你看现场。不用，现在就进来聊得了。干嘛隔着玻璃还在这儿聊？啊，打厕所出来，于老师有点尴尬。嗯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别客气了。姑娘说这个没事，我也很荣幸。是吗？头一回看沉浸式的拉屎。哎，对。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契机，哦，两个人认识，并且就走到一起来了。你看看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好话，多好，俩人啊，嗯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是这种爱情，说实在是谁也打不破的，不容易。真的啊，他也疼媳妇，媳妇也疼他。那是我们患难的。那，你知道嫂子疼他疼的，哎呀，我得给于谦做点什么呀？啊。于谦喜欢什么？哎呦，哦，于谦喜欢吃凉粉儿。嗯，我要给于谦做凉粉儿。嚯，买那豌豆粉，嗯，拿水卸开了，是，然后那个锅做热水，啊，再把这倒里边再和拢完了，嗯，这东西凝固之后不就能切好了，搁黄瓜丝儿，搁什么了？就是凉粉吗？弄完之后，哟，不凝固，哟，嫂子眼泪下来了，啊，我是个废物，对不起于谦，我弄这一锅不凝固，没做好，倒到马桶里边了。扔了，再做一锅，嗯，还是不凝固，嗯，又到了，又来一锅，嗯，还是不凝固，嗯，泼着马桶坐着哇哇哭啊，难受了，我不要活了，哎呀，我对不起于谦，我对不起我老公，对不起他，不至于，谦儿给我打电话，嗯，这你嫂子哭得不行了，是这个这弄点豌豆粉，他给我做凉粉也不怎么，你红不好了啊，我说我去吧，我去吧，啊，我来了，我说怎么了嫂子，啊。不是我对不起，对不起谦哥，我给他做凉粉都做不好，我太废了。还没事儿，嗯，怎么那凉粉了？我泼这马桶了，嗯，我赶紧看看去吧，嗯，这不凝固了吗？跟那儿凝固了，管什么呀？谦问我怎么办？拿个盆来，啊，来盆吧，小米辣，嗯，葱末、黄瓜丝儿、醋、盐、糖。香油佐料这么全管什么用啊？调匀了啊，倒到马桶里边，啊，把勺递给于老师，看你的了。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，我也不能这么吃啊。那错不了啊，真吃啊，吃吧。你看，吃完了，嫂子也乐了啊。好，我还想给你做凉粉儿，哎，我就不想吃了。谦，啊，说明天吧，今儿一天吃不了这么些个 啊。对，我走了，他两口子，郭德纲是好人。哎呦，我们俩怎么想的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说要没有德纲，咱俩今天这个架得吵起来，嗯，我得多难受啊。嗯，于谦，我命令你，嗯，无论到哪儿去，你要照顾德纲。哦，让我照顾你。哎，各位，这句话。真是，我就感动了都不行了。这我们应该这样。谦儿哥也是说到做到啊，尤其出门演出，谦儿哥对我的关照无微不至，应该的。演完了后台一换衣裳，嗯，一回酒店，啊，于谦先奔我那屋，哦，脱下来那衣裳给我，我给你洗去。啊？咱怎么忍心？就是比我大，给我洗上不行？啊？所以我一进门我就是什么，甭管背心乱七八糟的，哎，就是前台洗衣裳您拿走洗去。哦，哎。他有的时候保不齐，比如袜子落下了，啊，他可得意了。这袜子我给你洗。是，我说不行，哥哥，好家伙，您比我大，您得伺候我呢，不像话了。哦哦哦，就抢我这袜子，还抢？我你给我，哗，他就塞嘴里了。我把袜子塞嘴里了。你说，哎呀，哥哥呀，我说什么呀？啊，对不对？洗袜子，洗袜子，洗裤衩啊，洗裤衩，哎呀，抢跟抢。再后来，我说我得藏起来，我一藏起来，他找前台。找前台，找服务员，开开郭德纲那门，嗯，我得看看他的袜子裤衩在哪儿了。我找，打打，哎呀，高兴，回去就洗，洗完了，熨好了，弄平整，给我送回来。你看我这是怎么玩说的？你看这吗？啊，就疼人。当然有的时候，比如拿走三条裤衩，洗完之后他忘了，啊，哎，送回来两条，哦，有一条他没送回来，忘了，他拿家去了，啊，拿家要的时候他把看错了，这我的，他穿上了。弄回家了，嗯，到家一换衣裳，他媳妇儿乐了，嗯，你怎么穿郭德纲裤衩啊？哎，去你的！
后来啊，这个、嗯、就行，没后来了，这事儿还有什么后来啊？一说一乐，哎，这个很多事情你们不要以为这都是真的啊，那就玩笑，这都是啊，好多都是，比如说生活中有60%是真的，我把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多，全是编的、嗯、啊。真也罢假也罢啊、嗯、说说自己人开个玩笑，听相声来您大伙儿一开心比什么都强。是为什么说观众啊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呢？嗯，指着您这钱养家糊口呢。对啊，您给我饭吃我给您快乐就很好了。嗯，对吧，你说听个相声你还老憋着坏人那就没有意思了啊。今儿来这演出的各位呢您都认识，包括高峰在后台，我刚才看他我就有点感慨。怎么又感慨了呢？老高也看着见老，是啊，老高当时来的时候那呦，那跟小林狗似的那个样儿、啊。这什么词儿啊？这现在一晃他们都那样了啊！啊不是小林狗啊，老高，嗯、啊，老高来来，嘿，来了，来。我就是小林狗。啊，这俩人是我的仇人。怎么仇人呢？说相声打小一块长大的。对，打小他俩人就好，关系不错。他俩好的不能再好了，都是好朋友。真的，但是他俩好就那会儿打小排挤我。谁说的？我印象排挤人。你看，你看，你都忘了。他们小时候有一回我印象很深，就吃泡泡糖的时候没把我气死。啊，就嚼的那个。现在说吃个口香糖，吃个什么？啊，我们小时候那叫泡泡糖，对，能吹泡。能吹泡，这么小块长方，大大粉不筋的吧？没错，嚼了嘴里，啊啊啊，就呜吹泡。是啊，也不怎么个没法。现在也有啊。那会儿我记得是签儿拿来，拿两块。嗯，哎，我纳闷啊，给我一块不给？哦，你瞧，啊自个儿啊啊啊啊啊嚼。是，给高峰一块。我们分他。高峰啊啊啊，俩在那儿，我在那儿看着。嗯，孩子多可怜呢啊，也想吃，看俩不给，没有了。签儿高兴，这个能吹泡。是，哎，俺俺俺，咽了，咽了啊！哟、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就是啊，高峰吓坏了，这个咽了会死人的呀，那不能咽呢！啊，你不能这么早就死！嗯、啊、嗯，我跟你是好朋友，对，我陪着你。哎呦，这好，我这是自杀，我这是。他也咽了，哎呀！我一看那没有意思，一会儿俩人都死这儿，我怎么办哈、啊？就是啊，我说我先走了，明天参加你们的葬礼。哎，多狠的心呢！我回家了，嗯，这哥俩一人弄一小板凳，呵，坐在这儿、嗯、等死呢，我们就是等死呗，啊，对，等着呗。那玩意儿等着等着，于谦就困了，哦，嗯，高峰眼泪都下来了，你不能睡着啊，是你睡着你就死了，哎呦，真是、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俩对着抽嘴巴啊啊！啊有这么提神的吗？俩人打了一宿，好，倒是没困。哎呦，把我给委屈的呀！哎呦，你还委屈啊？俩人天天害我。嗯，要不然一见着我，七加六等于多少？哦，出道题，七加六等于13，乘以36924多少？啊？那我哪算得上来呀？就是啊，不知道，罚你。这怎么罚？喝凉水。哦，就这俩缺德了，咱家喝汤那碗啊，喝一大碗凉白开，喝吧。我这儿蹲蹲蹲蹲蹲喝灌大肚，俩人又出，好，就类似这个题连出10道，哎呀，我喝得够一桶水，好家伙，俩人乐高兴出去玩去喽，哼，我这好一肚子水，一走到这儿逛浪逛脏啊啊，在后边还跟着人家傻呵呵的、嗯、这俩人上院里高兴高兴，我就在这看着，嗯，冬天呢，北方冬天多冷，就是这俩人站大铁门那儿，谦儿你敢舔铁门吗？哎啊，谦儿说：“这个有什么？你看我的，一伸舌头，来，怎么样？粘上？粘上？那又不粘上？哎呀哎，粘上了，这还不信呢？嗯，不能吧？我也试试。哎，也粘上了，俩小孩都粘那儿了。那都粘一个还试试？我吓坏了。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俩？你们俩怎么了？就是，快快快，救我们俩！话都说不利索了，赶紧救他们！我赶紧拿个盆吧，奔自来水那儿。嗯，我们街坊有一个姚大爷。”别提姚大爷了，行吗？这又来了，有一大爷，你干嘛去？嗯，我他俩舌头粘铁门，我打点凉水泼一下，混蛋呢！嗯，泼凉水那玩意儿哪救得了他们俩？怎么得用温水？哦，这有道理。温水呀、啊！说您这捂肚子是什么意思？后来我救了他们两个人，好嘛！我就说我们家有一玻璃厕所，要不你那儿得了。我说的一说话还犯味儿哎呀，
小的时候我经常委屈啊。哎呀，您甭提那委屈了，好家伙！所以现如今一回头啊，都这个岁数了，真不少年啊。这个高峰相声说得好，哎呦，您夸奖他师父是我们的一个老前辈，对他师父这个是一个相声爱好者，哎啊，这老前辈爱好者。爱好好多年了吧？艺术家，相声艺术家范山玉先生。山玉啊，这名儿像艺术家吗？卖什么？范振玉先生。范振玉先生啊、哎、啊，然后也去世了。哎，去世不少年了啊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呢，留下了您这条后跟。嗯，后跟、啊、后跟，这叫什么？难受呢。徒弟留下您这个徒弟，我觉得继承他人家的遗志，这是应该的，非常的好啊。嗯，看见后台演员们都长起来了，我跟谦儿哥是很欣慰的。是，这一晃啊，把他们都叫上，咱们聊会儿吧，好吗？哎，太好了。哎、嗯，来，我们来依次的得介绍一下啊。嗯，来，都出来吧。嗯，都出来。打这边开始啊，头一位。我们的总教习高峰高老板，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啊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徒弟郭霄汉，我徒弟尚九锡，我徒弟高九成，张狗南，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到这个环节一般都是表演个小节目了啊，你们想看谁的呀？九成啊，来九成，高九成快来，那有喜欢你的观众哈、啊、谢谢给大伙演个什么呀？嗯，唱一个吧。好啊，唱一个什么？唱一个竹板书吧。好，来吧，竹板书。嗯，山前没路，山后狼，狼路结拜在山岗，狼有难来路搭救，路有难来这个狼躲藏，建设乌鸦腾空起，箭头落着在这狼身上，路去寻找灵芝草，找来了不要它治狼伤，狼养三天病治好，回头就把这个路来伤，君子好比梅花鹿，小人就是这个白眼狼，劝君交友须谨慎，狼心狗肺他不久长。好，这是今天晚上高九成唱的第二遍这个竹板书了，因为在后台刚才给我唱了一遍啊、嗯、师傅这儿对某对很好，唱去吧啊，不错极了、嗯、对，来郭霄汉，来快来。嗯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表演一个节目哈，你来个什么？我没什么别的才艺。好，回去吧。哎，不像话啊！来，唱两句流行歌吧。可以啊，流行歌我们就啊，他们都不会，你来一个。哎，那个也是一个老歌啊，学一些个味儿啊。不要谈什么分离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。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。谢谢。这歌好像不年轻了啊。哎，挺有味儿。那是啊、嗯、那谁快来，那个九七来。九七是我们这儿很有特点的一个孩子，他画画吧，没事，没事，说完了。好，我说完了。啊，二人转交换生啊，他会各国的外国话啊，二人转还会画画啊，能力不错。嗯，来吧，唱二人转啊。哦，唱二人转啊。正月里也是里儿啊，正月里初三四儿啊，社里边放连假，咱们两个去窗门啊，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，张永南该你了。互动性很强啊，来，张九南，快来！哎，快来！那个，哎，谢谢。嗯，先祝师傅跟大爷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哎呦呦，好家伙！啊，行了，就算表演完了吧，好吧。
我觉得他们都唱，我唱的不太好。你还唱多不好啊？哎，我这最近练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返场。我的反我，那真是。首先祝大家这个百年好合，生日快乐。不是集体婚礼，明明不是。这个父亲节快乐，好不好？哎，好。这个、我给大家开个会吧，好不好？我用你啊。大家拿起手机来，什么抖音呢、快手、小红书，到时候你就随便发去啊。7月8号，郭老师在苏州；7月15号，郭老师在深圳；7月22号，郭老师在大连。我用你。7月29号，郭老师在武汉；8月12号，郭老师在青岛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啊！哈哈，节目很独特，很独特啊啊！行嘞，往前站着吧，各位，来来来啊！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唱几句《大西厢》啊，嗯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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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